我们来聊天吧，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两个特别来宾，一个是很高的，不是很久不见的小球。Hello，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克，我是小球，好久不见，八千年不见。对，因为八千年，我记得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访问过你，虽然我们认识了好像蛮长的时间，可是可能有我们两个都忘记了吧？有吗？你贵人都忘事，有吗？你也忘了吗？你一定也忘记，你还说忘？我不是贵人都忘事，我是矮子都忘事。好的，那。反正没有关系，就是既然都忘了的话，那就是表示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重新的开始。没错，好浪漫哦。我记得我每一次看到小球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就是很有礼貌，对，就会对，就是一直点头，然后我都会想要把他的头扳好，好了，不要再点了，这样子是害羞啦。哦，其实你是一个害羞的人，对。好，那就是很久没有见到你，好像又跑去演戏什么的。对，然后今天小球会来，也不是为了新的专辑。你们两个来到底来干嘛？找你玩。我们是来，对，我们是来聊天。我们可以玩哆瑞咪啊，如果用身高的话，可以耶，真的可以，可以差很多，因为马克有190公分，然后小球号称155公分。屁啦，我只有153。哦、你只有一，所以我说号称嘛。哦，欸、你也太直接了吧。哎、欸，我跟你讲，我整骨有长高，骗人，真的是真的。我原本只有167，整完之后168，逼近169。可是只有一公分，他还需要整骨吗？就是其实我也不是为了長 你整到60岁，可能就有机会。60岁真逗 Q 吧。我不是为了要长高，但就是谁知道就就长高了。那等一下留电话给我。可以啊，但那个老师说我不可以一直把他介绍给别人。可恶！好，我长到170。好了，我会跟你讲，不可能。有没有整骨可以让自己变矮一点的？其实我比较需要。马克，我觉得你只能等年纪大。哎，你那么高腰会酸吗？我所以也常靠腰嘛。哦，其实会的，真的会酸的。那个个子高，对，其实会容易，而且容易腿那个驼背。个子高其实容易驼背，你看起来没有驼背，因为我硬筋的、啊。哦，真的哦，所以你刚刚从那个门走进来的时候就有一副就是这样。对啊，假装自己玉树临风这样子。好的，那其实今天小球跟马克会一起来找我玩，其实是要讲一个表演。对，这个表演的名字很特别，叫做交换吧。小球与马克的嗨嗨人生，对，这是什么表演？你们两个要干嘛？我们俩要干嘛？嗯，小球现在偷笑，因为他是很心虚这样。对，虽然非常特别，我们要干嘛？我们可以说实话吗？可以，我要听什么实话？喜欢实话的，还是你先离开一下？我也想要听，我也想要听。就是你先出去，然后讲完之后再换你出，马克出去这样。就是我们已经很快。我们在这个7月16号就要表演了，但是我们现在表演的内容我们依然很模糊，我想象不出来，所以你是要在现场画图是不是？厉害就是我在现场画图没什么特别的，其实现场画图的不是我，所以小球画图你唱歌，这样会有点厉害吗？怎么那么厉害？哎，是不是？所以马克会唱歌，好痛苦。马克会唱歌，对，小球会画画。尴尬的一个表演哦。没有啦，我们这次就想说想要借由这一次，然后我们来尝试彼此的人生，然后我们也会到现场就是分享我们的故事给大家听。嗯，是谁把你们两个凑在一起的？陈品跟马克。哦，所以你们搭起友谊的桥梁就是因为陈品的关系。对，所以他们觉得你们两个就是也是一个跨界的合作、然后也是一个看起来两个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搭在一起却有一个好玩的事情会发生的组合。他们应该是这样想的，但不知道今天表演结束之后，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他会回想说我好我们会不会找这两个人这样？不会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讲话起来感觉好像就是在一条线上面的。是啊，对，我们是共同对抗陈品。对，虽然说身高有差，但其实是在一条线上面的两个人呢。其实我们频率很对，在聊天的时候，可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讲座，它其实是有分一个主题性的，所以除了会分享之外，我们还会穿插一些唱歌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自然的，它是需要一些编排的啦。对啊，嗯，所以就是讲一讲，唱一下，唱一下，然后再讲一下。对啊，就让大家了解我跟他，因为我们两个彼此受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们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不认识，就是因为友谊的桥梁让你们。那你们认识多久了？我们交往三个月。我们预计会在7月16号有一个仪式。哎、欸，很不错哎、欸，只剩下不到就2个多礼拜的时间，好想知道那天会变怎样。所以你们现在每天都有就是打电话传给？没有，我们是现在是那个热恋期，每一天都会传 LINE 给对方。对，然后再传，然后都没有在讲表演的事，都在讲吃喝玩乐的事这样子。我觉得有可能观众最想要看的就是这个。如果你编排好，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还好。其实我们好像也蛮希望是这样，而且你这样讲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刚才就别编排。老师，我有，我举手，就是因为马克他有准备类似，那算简报吗？那不算吧，那算什么啊？大纲吧，反正就大纲。然后大纲就是有把我们的 LINE 的对话内容，就真真切切的把它就是截图下来，在那一天会对会投影给大家看，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影片东西，其实它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我每次企图用这个能够拖一点时间。那个、欸，那你们有一起出去玩过吗？好像没有约到同样的时间呢、欸。我真的觉得可以出去玩，就是除了在就是马拉维哦，三 C， 就是这种那个通讯软体上面的交流之外，也许可以出去唱个歌啊，好欸、或是去看场电影之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就是分享感想的时候又会有什么火花？我倒是有去听小球的演唱会，小球也来听过我的演讲、嗯、那这算是我们的出去玩吧。好好玩哦、嗯、觉得很好玩啦。那对了，我跟你说一个很重要的。好，我要听。因为陈品说希望可以在下礼拜 sold out， 所以剩下因为我们是7月16号下午一场，然后晚上一场，哎、欸，有两场哎、欸，对，有两场、嗯，然后大家都只剩下100多张票吧，叫大家赶快买掉。那应该等一下就没了吧？希望吧，对啊，因为那个成品压力也很大，嗯，然后我们压力更大，成品上面还有主管、嗯，对，好，所以他们交换把小球与马克的嗨嗨人生，嗯，是7月16号那天是礼拜六，那天礼拜六很多人都抢蹦哎、欸，所以是一个3点，然后一个7点半。一天表演两场，对啊，而且7点半差不多也是别人的演唱会的开场。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想要两场都看，我就不相信你们两个会讲一模一样的话。怎么人那么好？还是说你们两场就表演不太一样的，这样子比较有？我们两场的确表演不太一样，一定不一样，因为我们要表演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他一定不一样。不是，马克，你是来卖票的，你不能讲不知道。然后他们就原本准备要按下去，准备要买，然后就啊，他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样才好玩。我觉得你是一个谦虚的人。其实就想说，其实平常小球的演出，或是跟我的创作，其实都经过一些设计或干嘛、嗯。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表演，让大家看到，认识不同的小球跟不同的马克。嗯、那这个我觉得，当然我们也会去排练。但过程我们希望能够更自在一点，自由一点，所以其实在现场会有什么火花，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也其实也蛮期待、嗯、但我相信，因为我一直逼小球，我说我们在现场你要讲一些没有人知道的故事，这样子。就是我们在创作路上，其实我们有很多酸甜苦辣，其实并不是喜欢我们的人知道的、嗯、那我们也没有别的机会可以说。我想借由这一次我们可以彼此聊聊天、嗯、讲讲我们的一些人生的过程。那其实我相信会蛮好玩的。所以我现在根本就无法问就是一些小问题，因为你们就要留到那一天才说，对不对？其实也是可以问，但马克一定不会回答你。好，那来问一个，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我们就是你们讲话其实频率是很合的，对，很对的。你确定没有什么挑战吗？都没有遇到就是讲话的挑战吗？对，就是沟通上面就是好吧，算了，好像没有哎、欸。但是我们有生活习惯的不一样。你们是住在一起的，是不是啊？牙刷我就吃饭啦，我去吃饭，然后他就会说他也是不喝酒的人，可是他有时候会想要放松的时候会需要喝酒。可是就几杯啤酒这样子，就几杯啤酒，然后小球滴酒不沾的这样子，对，嗯，我们就是这样子不一样，好奇怪、哦，这个是不一样，好奇怪、哦，不一样啊！夏天就是要喝啤酒，我知道那天表演的时候，你们就先喝，一人喝一瓶，然后那天表演就会变得很好看。
是来看出球的这样子。哎、欸，我没有试过哎、欸，好酷、喔！因为要交换啊，就是你们先哦，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就是第二场表演完，就是在 uncle uncle 的时候，好，我们表演喝啤酒，然后在那个之后的，你知道吗？我觉得那这样成品的名声可能被我们两个给砸了，这样子。不会，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就是因为你们要交换。就是人生嘛，那我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先讲好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真的耶。所以就是要喝了一点啤酒之后，你早就是会有很好看的即兴演出。问他们会不会准备酒，我会送过去给你们。不过我们那一天还会有那个周边商品，马克有设计了很多款的周边商品，然后比如什么是限量的，比如抱枕。哦，睡觉用的，睡它是睡觉用的还是靠腰用的？靠腰都可以，你要拿来干嘛？你要来打人用都可以这样子。嗯，然后我们还有，他、也有防蚊，他有做防蚊贴，也蛮特别，超可爱的。不过真的那个东西就只有那一天有卖，贴在身上，只有那一天在现场贩售，因为只有一点点，其他不會，对，其他就不会卖了。那那就要用抢的，所以也就是说，三点的演出，我可能一点或十二点就要先到要排队，要不然我可能就真的没有东西了。应该我也不知道、如果这个事情发生我会蛮开心的先把票卖完我们会比较开心好好好其实成品会更开心对所以你看他们今天来就是为了就是要叫大家去买票其实对是你看那个成品的同事在旁边眼睁大大的看着我们而且好久没有上广播嘞，好自在、就像聊天一样也没有什么就是比以前更自在但这样很好那是因为你今天没有宣传唱片因为如果今天你来宣传唱片的时候那个感觉一定会不同真的吗对因为现在紧张的人是你们友谊的桥梁他现在一直在旁边盯着我们看不过我们明年2017会发片哦好耶、我可以再来吗可以当然可以、可以可以好那其实这样子的表演我想要知道你们因为是很特别的组合、那看的人其实哦今天我不是要去看小球唱歌哎他们以前可能会是用看表演的心情去看你、然后今天哎那马克我不是要去看马克除了演讲之外又有小球哎希望可以带给去欣赏你们这一场演出的人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吗其实你们想要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跟小球希望借由这次的表演我们也不能讲有多大的期望但我希望大家能够多认识我们、那既有认识我们可能也可以对他们自己的人生有一点点其他的检视跟看法那我们两个交换一段对就是说我会表演唱歌小球表演画画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个非常特别的经验那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企图能够带给大家看到对啊小球都说小球我每次看到他都是很乐观很开朗很快乐那真的如此吗然后说马克看起来都是很幽默很有趣他的图很好玩那背后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故事那我很希望这次带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马克或是小球也许这样子的表演会那一天去的人也许就是会很喜欢你们的人还有一些应该会就是那种很想要往创作这个路上面走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也不能说是孩子因为可能他们就会希望有人给他们一个方向因为对于现在有很多他们都是会不了解就是创作到底是什么啊那我画画到底怎样唱歌又是怎样就是那天会有 Q&A 的时间或是互动的时间吗那天一定会留 Q&A 因为我们除了刚刚马克讲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那些东西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像我那天去听马克的演讲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好酷哦他说快乐是自找的快乐是自找的对然后那不快乐呢不快乐也是自找的啊快乐至少是大家知道的快乐也是至少的对然后其实他还有讲说创作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创作出来的光鲜亮丽的在舞台上然后发光发热其实在自己私底下的生活并不是一直都是这么快乐的在创作或什么他其实需要经过很长的酝酿的时间跟很多很痛苦或者是很焦虑的这些东西然后想要借由这一次的讲座然后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真的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更贴近我们的生活然后也让他们觉得其实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是一个很厉害的明星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棒的值得大家
赞赏的人，那不是说哎、哇小球歌真棒，我是小球的歌迷，那我是马克的读者，其实我觉得我们就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可能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心路历程，让大家也能够更了解我们，其实我们也没有，我们可能也不见得是你们心中想的样子，那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平常所有要抛的露面，我们都必须得装成是别人喜欢的样子，别人想象的样子。对我来说了，你们那天会有妆法吗？还是就是你们现在样子，因为他们两个现在就是戴眼镜，对，很素颜。但小学要装我也不容易，我要装小学也不容易吧？我要先半蹲，我一定会装法啦，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啦，可能要请你们公司的员工帮忙。我觉得很开心跟你们聊天，就觉得这场表演除了。就是在听你们讲话之外，我真的可以觉得要带笔跟纸去，就是记下你们一些，我觉得对啊，你们有笔记本吗？周边商品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成品应该会有卖吧？啊，是。我觉得可以带一些，就是那天去真的不是只是看你一个表演，他也许他在听你们在交换人生，那个同时你也在跟他交换了他的，没错，他的人生。好，那其实我问题差不多，谢谢你，就是问完。谢谢。那你刚刚有说2017年会有那个新专辑，现在有在写了吗？还是只有想法？现在其实一直都有在写，只是可能自己在旋律方面没有特别的，就是可以再更好，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尽量的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作品。但是其实像我比较擅长写词，所以一直都量蛮多的。对，但还是很期待2017会有一个不错的作品出来。什么时候？春夏秋冬？我希望可以春天，也就是过年的时候。过年，对啊，一二三，就是我知道过年后好了。过年后，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刚发完红包，然后就有钱可以那个买专辑。对，希望大家可以。哎、欸，到时候你 MV 可不可以找那个马克的漫画去画动画动画？对啊，好，曝光一下这样。所以你们的合作就不是只是这两场表演完，就是其实可以一直延续到之后，或是叫马克帮你谱曲。可以帮我画画，也可以帮我写诗。你看小球马上说啊，那也可以帮我画。他马上拒绝掉谱曲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好险有成品，因为。我本来不认识我是马克，我只有一些朋友他在网络上有传过他们的那个图，可是因为这一次的机缘认识了这个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哥哥，然后你就觉得哥哥就觉得了解一个资历或者是生命历程跟你自己不一样的人互相交换，那是一件很棒的事。谢谢你们今天来跟我们了解，谢谢宝宝，谢谢，期待你们的嗨嗨人生。两厅院售票7月16号下午3点到，不，下午3点跟晚上7点半，在成品生活松烟店的 B2 表演厅。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往后都有好日子。谢谢娃娃，我是小球，我是马克，谢谢小球，谢谢马克，拜拜。